这有可能是一场世界级的烟花秀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俄界江，这边是中国，这边就是俄罗斯。就在今晚，会有一场让两国人民都能观赏到的视觉盛宴。我身后300米都是咱们的发射场，你就说壮不壮观？咱们今晚上多少发？2万多发。2万多发，爽不爽？那效果怎么样？绝对杠杠的。我今天才知道这玩意儿原来是电打火。你以为我各个点呢？这是组合烟花上方阵。组合烟花是啥效果？像这个啊，是就丢丢把这个啊，叭叭叭就。看着很壮观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高空雨花弹的阵地。这个就是砰，啪，非常震撼。在上面站着，最高的能达到多少米？150米。哦，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。我现在在俄罗斯，我身后的中国在烟花的映衬下格外的绚烂多彩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